那这一张是给大家看，虽然字很小，这张是给大家看，主要是说大概是偏了，大概是一般我们在市面上看到的止痛药。第一个就是乙酰氨酚，就是我们的普拿疼。好，普拿疼，再来就是含咖啡因的量。那所有的药几乎都是普拿疼加咖啡因，不管你是思思还是五分铢还是什么，几乎都是一样，这是看你加的大还是少。那如果大家仔细看的话，普拿疼跟普拿疼加强定差在哪里？有没有咖啡因？对，普拿疼和咖啡因，那差多少？差几个 milligram？65个 milligram 在这里，65个 milligram。普拿疼在这里，普拿疼加强定差65个 milligram。那台北荣总的普拿疼 Dipyridine 没有咖啡因，所以我们的荣民以前常常来跟我们讲说，你们的普拿疼比外面的普拿疼来得差。那我们都怎么办呢？我们就跟他讲说，台北荣总的普拿疼很特别，要跟咖啡一起喝下去。